名字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东，就是。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的。放车。放地上。我就不知道啊，这个是谁掉的啊？好吧，啊，他有资料吗？今十六日零时许，北分局接获报案，在本桥过境街重新路一段停车场有伤害情事。经了解，系张贤与黄姓少年
互不相识。于昨十五日20时许，在吉成路因故起口角，张前后于前数十地，又遇黄姓少年三人，遭三人等追逐，张前遂跑回汽车内，拿取折叠刀刺杀黄姓少年左腹。张前犯案后自行至本分局自首，警方当场予以逮捕，并以杀人未遂罪嫌侦办。